哎呦，有人咧臭甘蔗咧，袂歹呢，来偷一支。等。哎，臭甘蔗唔上这种车啦，你敢唔是偷臭甘蔗？有人咧偷臭甘蔗啦。哦，大哥，抓到，大哥。哎，人咧种甘蔗，我尔辛苦，恁只偷臭甘蔗，你敢袂使？敢袂使？这边有阮老大咧遮个啊。老大，但是大哥啊，你敢知影哦？这附近啊有一个啥物？25岁当当退休的一个俱乐部啊，你敢知影？我知啊，啊，这边有老大遮个，当然是那个俱乐部啊。哦，所以你的老大是那个俱乐部的老大。对啊。啊，那太好太好。奇怪嘞，这间俱乐部无伫咧台南市区，煞伫咧柳营这款偏僻的所在饲了九只牛。无要卖嘛，无拍算台，敢讲这是全台湾唯一的九牛主题乐园。这位邱大哥讲，只要喊恁做伙做，咱就知影答案。先学一下，无暗人上挖牛，较袂危险。好，我你来看安尼。哎呦！啊，过来换去边。哎呦，大哥你真正是这最厉害，铲屎达人啊！啊，无啦，你嘛唔嘛挖上牛哦，安尼危险些，你要注意下。伊咧，无啦，伊咧甲我打招呼啦，讲嘿啊，无来啊，等下，来，是不是？我袂咧听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等下吼，你咧穿爱注意个尾巴，嗯，安全问题，因为尾巴会夹起来，我爱给甩掉。这牛屎奈？袂啦，皮拢袂臭啊。袂臭，你牛屎偌好个咧，养颜咧。养颜。哎呀，阮逐工嘛拢咧抹。大哥啊，你讲这是安全问题，但是你敢有去互伊真正有去牛仔弄着啊，啥物的？会啦，加减啊拢会啦。真个假啊？真个啦。啊，你有代志无？无啦，要输啊！恁看生意安尼，我着要闪啊。因为即款个牛吼，伊个力气吼，力足强，啊，你若搁拄着青瘟个吼，伊搁较无共。哦，所以真正爱对伊安尼。哎，对，像安尼。阿呆啊，吼，安尼较少一点。哦，你注意哦。迄拄仔我有伫遮，啊无，伊可能就无共啊，无你讲。哦，阿鸡啊！这阁有头鬃的哦。有哦。但是恁家你看卖者，其实足危险的。哦，迄乱食咩？嘿啊！哎呦，迄说真正，迄若是冲过来时阵，其实咧足恐怖的呢。袂啦，冲的，阮是第十房安尼，较袂。哦，好啊。真正有啥的，你看大哥。好，乖啊。好，乖，哈。大哥，但是我看你这敢那今日只穿这就好啊，看起来不哩啊轻松呢。哦，轻松哦。对啊。好啦，但是你袂使啦，你着来遮做主讲哦，你着甲穿，你着知影我有轻松无？还佫对牛弹琴的呢，是啊，讲话呢。原来这是台南市为民国99年开始成立老牛的安养院，辛苦进产一世人的老牛，只要满25岁都资格会当来到这安养天年。在这个所在，老牛免做工课，逐工阁有专人帮你照顾，主人嘛会当随时来看因。讲到这款退休的生活，但连我拢开始兴奋起来啊！但是因为空间甲人员的问题，阁有真侪水牛伫咧排队。像今日就有一只水牛的主人翟天伯要来看伊做伙20年的老朋友。喂，哇阿公，你搁下去炸草来哦？哦。我若来，我拢有甲炸草来食。嗯，啊是安怎？啊，遮都有草啊，你搁爱特别。我心里我都爱讲，我用草来食的。啊是哦，啊是安怎？伊特别爱食你种的草。耶，我无啥是讲我割来的草吼，较幼。哦。啊，因遮的草因会较割来，因会袂当符合着讲像啊煎唔好食，煎到较好食的，像煎也好食呢，所以伊较爱食。哇，阿公，啊，你的牛是倒一只？你会啉吗？后家去食。后家去食。哦。啊，你要搭去倒位？啊。位倒那边去嘛。去食。我来。哦，真正，一来你就家己挖过来。啊，你看到伊，有感觉哇，感觉足久无看诶。啊，那迄个少年吼，哦，真肥真水的，啊，所以这只牛，我两气，这牛是八气啦，八气，八喙气，喙，甲八气甲看，八气的喙气八气，啊，一担落两气，
啊落四冬都啊落八起，我落两起就啊买来饲到即阵，已经是将近二五六冬、二六七冬有啊。足久的时间，足久啊，啊足久哦，真正够辛苦，对我的时阵来，经营伫咧生活吼，有呾真甘心啦，所以我有呾唔爱伊，医生讲袂晓去睇，所以即个车来伫遮养老的时阵，我爱看就来看，唔免真正有无去吼，咱有一个感情就对啦，交咱一个人就相啦。对在天伯来讲，水牛甲伊做伙行过二十几个年头，就甲伊个囡仔同款，就算摕着拐仔行路无方便，嘛要来看伊。伫咧早期，咱拢讲台湾人都参像水牛同款，刻苦打拼个精神，一步一脚印，脚踏实地，行出咱台湾个经济奇迹。到即马105年，全台湾即马阁有咧种田个水牛，可能伫咧十只以内。乡亲时代，太太小姐，恁敢有想过？有一天，你印象当中的迄个画面，敢若伫咧相片甲网络顶面才看会到。虽然时代的进步，看起来阁有淡薄的逼真甲唔甘。小哥，啊，中迄乌的啥？牛屎啊！牛屎？系啊！啊，牛屎哪会浮咧顶面？啊，一定伊伫恁内底泡澡，然后甘放屎啊。哼。啊，牛屎即即卖就是用即台牌啊。哼。要啊，搞牛屎啊。啊，甲伊糊起来。哎，爱糊起来。啊，袂当互伊沉落来做肥料。啊，沉落来做肥料，即道代志水吼会污染伊啊。会反乌啊，啊，还是反个深蓝色安尼啊。所以爱用这个，系啊，而且裹起。哦，啊，你紧去吼。来，我教你，教你落来好。哦，迄样得经验啊。啊，你甲嘴咧讲，啊，你无好看卖，我看卖啊咧，该教。好啦，啊，好啦。安尼哦，注意看哦。嘿。第一个，这牌啊，甲钉五条。嘿。啊，人搭起，安尼。嗯。哦，啊，这就平条了。哦，啊，啊，平条安尼。哦。哦，啊，开始控制，你就提着伊啊。哦，哦，啊，咱这就甲拄好开，啊，靠这墙，嘿，哦，靠这墙安怎处理？哇，这诗情画意的，哦，伫这真正是老牛安养院，够会当安尼划船有无？我俩划着船彩虹。喂，哇，大哥，今个有莲花呢？嘿，我这边啊咧，哦，看到牛屎啊！啊，你遐控制好，懂诶。当的哦，啊！你搁抓紧停伊。哇！你搁在用未？大哥，你真正在捞哦，啊！你用未着啦。喂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要安怎？撸肉骨啊，都撸的哦。我来感觉真危险的呀。危险的。哦，大哥，我做你的工作真正真忝的，无遐舒适呢。那训练的就会袂啦，你做无惯势啊。哦，这个遐大只。哦，大粒的。嘿。你的啦，你的姿势也偏好些啊。过会记的，细汉时阵拢听阿公咧讲，无读书就去放牛吃草。放牛这款工作听起来阁不哩啊轻松。想袂到吼，家己带一届，才知影无想的遐尔啊简单。除了整理牛舍、扫牛屎以外，食饱、散步、种草啊、饲牛、消毒环境，全部拢是伊的工课。连破病收整甲，阁有人专门替因服务。我咧看，来到遮的牛是比人阁较好命。哇，小大哥，啊，即摆我会当阁牵牛啊吼。慢些，慢些，好，这只无共的，这只吼是牛瑞呢。等下，牛瑞是啥物意思啊？105岁啊，换算咱人105岁咧，啊，你无想伊讲老人生囡仔生，好，一辈子你也无少哦，才讲5岁，嗯，敢活到即马？系啊，哇，啊，所以人家足老诶，老啊啦，牛嘴啊啦，啊，所以哦，你无咧听讲老人生囡仔生，啊，你无熟悉你歪啊，就该碰，牛角就该叼啊，所以你爱看，真危险，嘿，等下我该教，啊，慢慢教，哦，安尼我来教，好。所以大家要细腻哦，哇哇！娘娘，你当大娘，哎娘娘，你大家帮忙，以后无啥物讲起，做伙久吼来，你就会来哦，来娘娘，行。
我出得个你。啊，你要看注意这个骨架，往把只你爱注意。好。啊，我手要提过来。哎呀，骨架那会这么长啊？系啊，聊聊行。哦，这看起来还唔是水牛的，你敢那西藏牦牛咁快？哎，啊，伊就是吼。哇塞，你。聊聊，好啦好啦，行。啊，这些牛是这些正水牛嘛？是讲有骨？伊真是水牛。哼。水牛加黄牛是袂交配的。啊！伊这水牛就是一代一代也繁殖起来，我会起型就对啊。讲我咧繁殖给我，啊，这个就较早都乌巴地，即摆才乌白巴地，这就基因问题啦。基因问题，因为我看，哎呦，这牛角够长啊，够水，而且毛个足水足水。啊，伊就牛尾只，但牛角太长啦。乡亲时代，太太小姐，这只105岁牛牛看起来特别勇敢。伊的牛角就让看出伊的年岁，会当讲是台湾水牛界国宝级的代表。但是嘛，因为年纪较大，脚骨较薄啦，嘛需要特别去关心甲照顾。年度过，牛牛的主人嘛特别为到啦要来看伊。看到阿伯准备了几车的牧草，就是要让牛牛食一块伊熟悉的故乡味。一定欢喜的啊！一定欢喜的，遐个真的，我听啊，拍地方。真正哩。来啊！哦，哎，啊，这来啊！好，哦，你好，欢喜啊！哎，欢喜哎，是海头对吧？知啊，知啊！哎，真正跳跳就知啊！哎，你好，有眼有口才好个。嗯。我若提草来吼，看伊在食，那有口才好吼，我看了是足欢喜个。嗯。嗯，就爽个呢。你看伊安尼一直食，一直食。食。啊是，伊是特别爱食你用个草对吧？可能不知。胃口真好个，所以我若看伊咧食吼，转去伫厝内看着草吼，啊，我就想着有，啊，哎，想着讲吼，再搁摕来甲看看。嗯，哎，大家安尼看着草，会感觉讲，欢喜啊！会想着牛牛，会感觉足唔甘的嘛？唔甘啊！嗯，你参那参那那相处，我少年参那相处较老啊。嗯，这三30几年啊，那只已经甲七月初已经6年啦。会记你顶岗才来尔，已经6年。较早农业社会吼，家家户户拢饲牛啦，牛只一只，这一日拢爱食足济啦。这讲起我，啊，粮食较无够啦。我定来讲吼，最好吼，一只附近的人吼，若有爱心吼，啊，捐一寡草来一只，再有食安尼啦。只附近的，再附近的安尼啦。爱心，这一日这钱我爱食足济个。哦，譬如讲，遮个牧草我无够，啊，所以附近个人也有爱心个，互人食。晓啦。啊，所以你感觉，是嘛？啊，像对遮毋知歹势，啊，像去接近个啦。我总算是了解，是安怎正常人无爱食牛排个原因，以前拢当作是因个人个想法。牛个一生奉献予咱人。为出世开始，逐工靠风阁晒日，内田予咱有米通好食。无法度做事了后，好运的伫厝内陪伴老农民，歹运的，我实在是无看过这么悲情的动物。好佳哉，佮有这个所在，上少会当予这高价牛会当好好啊享受，而且安养天年。啊，这個、大哥拢出认真嘞，出认真。恁有恁的照顾，我就放心啦。啊。帅哥，好，拜拜。啊，今日看到嘛有迄梁阿公啊，伊来的时阵，看到迄牛牛嘛是一直甲你讲，欸，帅哥，你靠我照顾咧。欸，听到的时阵，你有啥物款的？有啦，有，迄是拢有感受啊。到阿伯啊边来，那嘛是拢啊叫阿伯啊，但阿伯啊对阮只工作另外你甲照顾，伊是欢喜甲明日入来来安尼。啊，佫伊咧讲含尿，我含佫打成一片。我看到我嘛是讲，哦，拢嘛咧害头。讲我搭学咧，只牛阿妈伯也做遐侪年啊，阿伯来，伊只牛还拢怀念。我咧其实是感觉讲，像我真无时代人啊，像你咧照顾时代人同款啊。啊，看到咱做咧是讲啊，即咱就安尼，因为伊为咱做工咧，咱甲当作哪上时代嘛是爱甲咱甲奉待，啊，就是安尼有这个感情。啊，等伊，我嘛是不忍心嘛。啊，但是也该等就等伊啊。啊，看到的时阵，你会想讲，哎呦，足艰苦！伊一生为咱人民做工过，伊有做，咱就只都有迄个饭，有迄个米啦。
啊，即摆倒啊，爱来遮退休，即个时间到，伊通好去出世，做好家人的子儿啦。古早人咧讲，甘愿做牛，免惊无犁通拖。到了这个年代，农机具取代了牛只，水牛也已经越来越少见。或许不久的将来，只剩动物园可以看见水牛的踪迹，但那股坚毅、刻苦、耐劳的本质，却始终烙印在你我的心中。